干嘛闹这么严重啊？你们跟小孩子一样，反正去做个检查，确定没事，这样我能够安心啊。啊，呼呼呼，啊，走走走走走。欢迎小姐，你认识一位差不多50岁叫孙秀娟的女士吗？孙秀娟，就阿娟姨啊，我认识。她之前有拿你的指甲来和她自己的剪纸做 DNA 的比对，也就是所谓的亲子鉴定。那你们相认了吗？DNA 的比对跟亲子鉴定。等一下，胡小姐，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？你说那个阿娟，就是孙秀娟女士，她为什么要拿婉婷的指甲去做 DNA 比对啊？结果怎么样？原因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检验报告出来是99.99%哦，也就是说孙秀娟女士足以被认定是黄小姐的亲生母亲。记不记得你自己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那你记得你父亲的名字吗？阿娟，你这样一直看着我，是没有，没事。是我亲生的妈妈，她是我亲生的妈妈。Bingo！ 事实证明我的梦超准的，阿娟姨真的是你妈，我梦对了。靠，我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耶！吼，婉婷，你那天还在那边跟我凹啊，说什么哦，我的梦里面那个是怕呀，是爸呀，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可能啊？现在事实证明，你的确是叫阿娟姨妈，我真的超。咦，婉婷，啊什么？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我该怎么办？拜托，你现在发烧哟，赶快去找你妈呀，去认亲娘啊！我跟你讲，阿娟姨现在在你爸那边上班，先打电话给你爸，跟他说清楚状况。哦，慢慢来，不急。阿娟辞职啦，她刚走。她辞职刚走？哎，快点，你赶快叫护士，快点！我，你叫我，你在干嘛？我叫不出来啦，还怎么会这样啊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知道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又不是哑巴，你一定叫得出来的。你要是让阿娟，只要是让你妈来到健身，你这辈子要走，那就困难了。快叫啊！就像叫我妈一样，好吧，大声的叫出来就没事了，快点！哎呀，你我叫不出来了！叫！完了，接着来了，计程车来了，再不叫没机会了，再真的没机会了。